细致的衣服的药啊，量很大了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同样一副药，明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或者说一次跟一次不一样味道。你不要去考虑到原来的伤愈怎么样啊，这里怎么样啊？我们每个一看要把那个顾虑丢掉，丢掉顾虑，然后丢掉顾虑，大胆认识。我的一副药是当三副药用。学任何药都没不要带几份，啊，你说你们可以，有一个月就行，目的不是在纯粹用它的，是作为一种，作为一种你这个调整身体的一种形式，需要前后让你放松呼吸，深呼吸，5到15分钟左右，这个是主要的。哎，然后你还想，哈哈哈哈哈，面对这次。原来你们这个很难一年见几次面。人心的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生活并不富裕，比起农村里那些新兴的万元户更是相形见绌。但两位老人相依为命，自食其力，倒乐在其中。曾有人说，严新早已是百万富翁了。对于严新治病不收分文报酬，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。看到这普通的农舍，看到这养育严新的淳朴农民，某些传闻可能就不攻自破了。六十六了。严新的父亲是一位豁达的老人，对子女要求很严，说起话来朴实无华，但极富有感情。你们一共有那个子女几个人呢？四个。哎，四个子女。哎，严新老大、严华老二、严群老三、严杰老四，是两儿两女。哎，他们四个呢都是一个叫新华群杰。新就是新中国的新，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吗？哎，有意思。严新呢，就是代表表示我们国家将会解放了，新中国。严华的时候呢，表示我们中华这个叫的民族。哎，中华民族呀，兴旺。还有这个严群，严群呢，就是我们是广大人民群众，也就是说是解放了，翻身了。这个严杰啊，就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是英雄豪杰，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我兄弟，您的名字起得很好。哎呀，这说不上。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嘛，而中国人的骨气。您二老这个身体看来还挺好吧？哎，现在可以，我们还三个人的包产土地，连自留地还有四亩多。这个地谁种呢？我种啊。不是我，您两个人就可以干了，都不用请帮手吗？那可以啊，过去的时候呢，一个人种十几亩。现在那个严医生呢，有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。哎，请问他们或者说是练过气功吗？或者说是能用气功外气给人治病吗？他们都没有。作为一个中国式的家庭，传统的习惯是喜聚不喜散，加之一年又难得和严新见上一面，所以全家人把吃年夜饭当作一件大事来操办。没想到严新把除夕和初一的时间都让给了全国各地来求医的病人，直到初二全家人才吃上一顿团圆饭。现在三十也没团成年，初一也没团成，初二来团的。这好朋友，马上就要办了。这个还是刚刚我们都是这个初二团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好，那个房子呢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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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看见没？来来来来来，在父母眼里，在育海外的严新永远是个农家的孩子，在严新眼里，这简陋陈旧的农舍永远是自己成功的根。三天时间一闪而过，严新要走了，亲戚们从天蒙蒙亮就在屋外静静地等着。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亿农民的大国，在农村许多地方还存在缺医少药的现象，严新所给予的正是人们所需要的，而人们环抱给严新的一片真情，那也是用千金难买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勤奋是四川人的特点。严新的成功固然有机遇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更重要的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刻苦的磨练。佛岩村小学不仅使严新受到文化启蒙教育，而且是他步入气功界的发祥地。我和严新老师是四年级、五年级的同学。从读书以后啊，毕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同过一个桌子。这个我所知道他的呢，这个从小啊受过高级艺人的指点。佛岩村外的佛岩石是严新幼年经常玩耍的地方。相传严新四岁的时候，在这里得到一位气功高功夫师的指点，这段历史无从考证。但少年时的严新拜少林武术大师海登为师却是有案可查的。严新从师海登，先后学了运通气功、达摩气功、少林气功，学习了少林梅花经拳及刀剑棍鞭武术功法。当年海登的得意大弟子李新友和严新还是师兄关系的。学到了武功，而且学到了武德，
学到了做人的道理。小学毕业后，严青考入江油中学，二十多年后重返母校，已面目一新了。当年的同学都已近不惑之年，但对于中学时代的严青，老师同学们记忆犹新。我说这个六十年到江油中学担任校长的，严青是六七级的学生，是吧？这个季校长，我们两个都在这里工作，我还是他的班主任徐老师。当时严青是担任团支部书记，哦，学习也好，各方面高，不仅学习这个文化课呀，就是锻炼身体啊，人都喜欢医学，哦，我晓得。自古以来，中医、气功、武术就有着一种亲缘关系。严青从十三岁起就跟当地名医郑伯章等人学习医术，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为人治病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严青回乡当了赤脚医生。高中毕业以后呢，这个我所了解的呢，他读初中的时候呢就自学中医，高中毕业以后呢，通过乡的推选就当了赤脚医生。当时呢，我也是我们这个村的赤脚医生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和他在一起呢，讲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。那当时呢，我很不理解。当时呢，我们和他一起呢，每天采风油啊，各走乡串户啊，看了很多很多的病人，但是从不收一文钱。1974年，身为赤脚医生的严青进入成都中医学院深造。成都中医学院是中国五大中医院校之一，师资教学条件都名列榜首。生活使严青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和现代医学理论，对金匮要略、医部全录、中医宝鉴、汉医类编等中医巨著，以及与中医有关的哲学、历史、文化艺术辅助科目，严青尤为重视。大学期间，严青被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，还是学院团委宣传委员，在同学中间很有威信，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。三年大学期间，严青不但要完成学业，还要坚持练功。同学们只知道他会武术，但对其高深的程度并不了解，更不知道他会气功，以致有时觉得他是个怪人。他一般习惯两斤重医院去，没有路子，没有路子，因为这枕头，整个枕头是书卷的，基本书，哦，一点一点是一点一点的。那个当时有些就有点怪，怪到那个地方就他的夏天了，他背那一番，我们一番背身，他背那一番，冬天是冬天背身比较还好，他背相当不，他背相当少。
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个怪人呀。啊，他们告密，告密就告密。当时也是这个言行之道，学雷锋小组的这个成员。哎，雷锋小组的成员。当时一到处掏银狗啊，这些反正到处都是。雷锋，哦，他们是一个团支部。对，他们两个是他的助理，他是书记。哎，他才是他的小老师。那个上学期间呢，听说你跟那个严医生呢是最好的朋友，好朋友嘛，他没教给你一点真功夫吗？哎，我没有悟性，我一点悟性都没得。当时我们刚进校和他两个住在一个寝室，都睡在上铺的，他睡在那边，我睡这边。后来我们有时候一见面以后啊，一相互交谈了、啊，哎，很投机，彼此循序的就解释了。解释以后吧，这个他就教我了一些理念、一些知识啊，就是功法呀。但是我当时没这种悟性，没意识到这事儿，所以说就没学的。哎，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太遗憾了。那个当时那个严医生，比如练功那些，你们知道他吗？那、我们知道的，这几个同学啊，就是他们支部的几个同学啊，也跟着他去。他们严老师，那个俗话说是这个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啊。您那个大学期间也没终止练功吗？基本上没有终止。小时候大概四岁多一点，有人教。这中从那个中初里边呢，一般都有每一代都有人搞中医或训练一些内功或者说外功。后来跟在少年时代，这个儿童进入少年时代，就跟海灯法的师傅学一些，或其他师傅学一些。大家中医学，一学很紧张，但是还是基本上坚持，主要是晚上训练，多一些。那你当时班里同学知道你有这一身功夫吗？这功夫也说不上，这有些同学知道在练。于老师。当时那个你没有跟那个严医生学一点那个气功吗？当时我们也不清楚，但是我们是跟他学。来自山城重庆的于南医生是严鑫的妻子，也是当年严鑫的同班同学，还是班级团支部的组织委员，当然应该对严鑫有较深的了解。但是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。那你是不是跟他学武术的过程中间建立感情的呢？真的学习期间，就是从各方面工作学习。看来他学习，于南医生想回避主要问题，我们还是要穷追到底。支部委员哈都很严格，反正要做很多工作。您对你严老师当然是了解很深了，请问您最喜欢的什么呢？这他对整个人呢、都很好，反正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师傅于南，这位外表文弱、性格内向的女子，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却对武术发生了兴趣。在上大学之前，她就开始习武练功了。三年的大学生活，加深了严鑫和于南之间的相互了解，共同的兴趣爱好，终于使他们结合在一起。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，于南成了严鑫的妻子。那时候严鑫正在绵阳中医学校担任教师。来，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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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起
1977年，严兴被分配到绵阳地区中医学校任教，他很快就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。他任班主任的中医室79局2班，在学校的期末考试中年年独占鳌头，而严兴也多次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。绵阳中医学校的教务主任石长春曾经是严兴的同事，他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严兴在校任教时候的情况。严老师是77年底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，分到我们绵阳中医学校，到82年春离开了我们学校。在这个期间一共5年时间，我和他是同事，当时我是教务处主任。严老师在中医学校担任了内科、基础和妇科等多门学科，超过一般教师的工作量的7倍，在同行当中受到了好评，他的教育质量是很高的，是第一流的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他要求学生比较严，要求学生背500位中药，800个方剂，10部经典，要求学生背诵3部以上，而且学生都能够接受。在考试成绩方面呢，他的学生在同年级还是名列第一位的，当时我们很不理解，现在看来是否是严老师与严老师代工影响智力有关了。在绵阳任教期间，严兴还承担着供养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学的责任，生活的担子重了点，但心情是愉快的，可能是婚后的新生活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活力。1982年春，严兴调到重庆中医研究所，结束了婚后长期的两地分居生活。他在工作过程当中呢，这个态度啊都非常好，工作勤勤恳恳，这个疗效啊非常好，让他病人看了。叫他看的病人相当多，比一般的医生要多吗？要比一般医生多，因为比一般医生多得多，有的时候他多几倍，他就是看不完的病，家好有家好，这种长大的，所以很出色。我现在来想他，我为什么疗效又那么好？我现在来回想啊，严兴医生呢，他可能当时就是用气功的方法来治疗，就这疗效相对太不错，就这个道理。当年严兴工作中出色的表现，今天看来似乎都和气功有关。难道这和一个人的文化素质、道德意识和一个人的责任心没有关联吗？我们更愿意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上，了解一下生活中的严兴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在座的呢都是他的亲人了，能不能呢每个人谈一点对严医生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？严兴呢，他那个治病呢，他是人病不人人，不管你大人物小人物，来自于一般的劳动工人一些话，只要有病他都及时治，而且是很用心、很热情，很细致。他我觉得他也生活很简朴，从来不计较吃穿住用，他都不计较。觉得最印象最深的了，他不仅是单身，而且知识面还比较宽，他也喜欢文学。那我觉得林青呢，
最主要我觉得他有点一般，对他对他都是根本都不计较名和利啊那些，就随便啥子事情那些他都不计较。年轻给我的印象啊，就是很谦逊，但是见到他的就很亲切，还要对病人很耐心。年轻还有一点也很突出，就是刻苦练功和对事业的执着的追求。我看那么多年来，大概到重庆以来，我看到网上经常是晚上到外面练功练到两三点那里去，不回家，就在我们的外面那个草地上。那么多年来他治了那么多病人，气功功法呀那些不断的提高，但是与此同时啊，也由于种种因素，就是有一些不理解他的一些愚人和一些待遇，但是对那些东西都没有影响他对气功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刻苦练功。我觉得他对气功事业还是经常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了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你喜欢你姑姑吗？你喜欢。你喜欢他什么？我喜欢他。对于两方的病人说，这个问题可能太严重了，但对于广大病患者来说，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。人们喜欢严心是因为需要它，严心为多少病人带来第二次生命，为多少家庭带来了欢乐。省冶金建筑安装公司某汉队队长曾经被医院判了死刑，是严心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的地方掉下来，从来摔的时候就是仰面朝天的，这腰椎正好站在下面这个火车的钢轨上，这个头部呢正好就将它砸上了，头部也砸伤了，头部粉碎性骨折，然后把这打出身上。在石家庄昆明医院做的手术，做完手术在医院住了25天以后，就是医院下来结论就是头部入骨分析性骨折，第二腰椎压迫性骨折，马步性能断裂，双下肢截瘫，打下肢失禁，已经判了死刑了。那现在呢？你自己感觉就是都好了？就和好的时候一样的头部，一点感觉没有。还有，但是对气功的事情不信，得相信，先得坚信，因为。我你谢谢谢谢谢谢，是神意的。要不他们现在问我说你谢谢，我说对气功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相信，就是我。就是说还能看出来确实是受过伤啊，但现在自己呢能走路了。对，没问题，我哪都可以去，在公共汽车上使的都没问题。我想要走路连续走个两三个小时没问题。那你现在上班了吗？上班，我上了1年多了。哦。88年12月份上的班。好，祝贺你啊。